根本传承上师历代祖师，坦诚诸佛诸尊及今日修法祖尊，那么大白莲花童子及魔咒龙王众龙王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家好。Om Mani Padme Hum。上师好。好，大家好。我们已经修到第六坛的习斋法及龙王宝瓶法。刚刚在修法开始的时候，还没有开始进行，龙王就讲，明天护魔他们要以他们为主尊，要供养他们先，不是十轮金刚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明天是圆满坛，你们忘了一向龙王的圆满坛都要供养他吗？我说这样子啊，他说不能这样打混的，就是供养他。那我说那十轮金刚怎么样？他说供养我们了以后，在以后有缘再供养十轮金刚，这样子讲。我说好吧，我说好吧，对不对？他说以后你们有时间有缘，但是不先供养他，不他这个天龙八部这个首富的神众，不先把他安抚好，金刚不会听你们的，还这样子恐吓我，啊、哦！我说好吧，又好吧，对不对？都可以。本来讲得非常的激昂，你们实在都忘了我们了。现在你们要建庙，你们最缺什么？钱。盖庙最需要求哪一个龙王？魔咒龙王。结果你们现在最需要盖庙，最需要钱，竟然你们都忘了他。他就这样讲，现在在需要盖，最需要就是他的帮助，结果你们都忽略了他。对耶，是不是？他负责部分就是在起建的时候，你们缺乏什么，他帮助。以前我们是因为建造部分他说不是他负责，但建庙部分是他负责，这个时候才正需要他帮助，你们都忘了。我们有修宝瓶啊，对呀，是没有忘。宝瓶有供养他什么？有跟他 say hello。像我现在，如果不是我，那不能供合并的，为节省时间。他就是要大家那一种欢喜心供养啊，他最开心这样，这样才叫做供养他。以前我们曾经有过嘛，好几次嘛。现在已经冷淡他了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麻木了嘛，喜新厌旧了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他是这样子说了，明天正三点，他们来接受供养，然后每一个人要准备三道菜，但是三道菜如果学校的学生或是同门没有时间合起来供，比如说有三个人，我们就买三道菜。那学校的供完可以拿回去，因为明天晚上你们不是有什么节目吗？你们又要什么吃什么，那个就拿回去吃，拿回去煮或吃，这样就又供养又可以明天做晚上的这个食物。他讲三点，我说不能早点吗？不行，因为你们准备不好。要给一点时间呐、啊，那么完了才专修最后一坛的圆满坛习斋法。他把它抽出来，他就是供养他那一坛，修完了就好了。他说：“你们不知道龙王的扶持有多大吗？”我说：“知道，知道，要多巴巴结他。”他知道功德无量，你看，尤其这个魔咒龙王，你看。这个每一次看到经验那么多，很想跟他一起分享，对不对呢？他说这个时候才是要歌颂我的时候啊，怎么你们都不懂呢？如果你专程修，即使你没有龙王宝瓶，只是这样求，他都会应许啊。他就这样讲，真有心，这个时候才是最要他要出场的时候，结果你们把他冷淡了。
是把它以习斋法才来把它并在一起修，不是特别专注祈请他做主尊修。记住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们修的龙王宝瓶法是不是在习斋法的时候才修？是因为有七天所以才修。就是他们不是主角 OK， 不是说真正这段时间就是起见龙王的宝瓶法，没有其他的附带，没有说什么修什么再来附带他，修什么再来附带他，就是以他为主七天，那大家都请宝瓶，不是大家共修那个宝瓶。我说投资很重耶，所以大家才结说只有一个，所以他才会讲清淡了，你这样明白吗？好，这个时候才是他最重要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求法才具足，忘记你们在做什么事啊？菩提事业的建庙，建庙就是他的责任，祖师交代，西藏的第一座庙，桑耶寺、任运寺。第一座庙莲华生大士要他们盖的西藏第一间庙，大家就分头去扶持，但是没有钱。你看看那么早以前就没有钱了，不是说现在，所以就来见祖师。怎么办？大家都钱不够建庙，祖师说钱不够，好，求魔咒龙王，求魔咒龙王扶持，所以那些信众就好好的求魔咒龙王。第一次听祖师讲，莲华生大师讲，求魔咒龙王，所以他们一求，那个寺的附近有一座大湖，突然之间就干枯了，没有水了，突然就水越来水位越来越低了，就干了。湖底下面有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，所以那些信众就把那些金银财宝拿去变换盖庙的资粮，所以就把密教第一座庙在西藏盖起来。然后这一世我们的师尊莲生活佛跟大家讲，如果要建庙没有资粮，那么求魔咒龙王扶持。这是在二十几年前的。那您知道莲生，莲花的化身莲生，我们的师尊莲生佛佛，莲花生，莲华生，我们的祖师，你说这两个差别什么？一个是莲华生，莲花生，一个是莲生，一样。所以今天的祖师的祖父，从以前开始在西藏开始盖庙，就已经注定因缘了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在西方国家要建庙需要什么？就需要这些魔咒龙王。我上礼拜六，上上礼拜六，上礼拜天，上礼拜天，师尊正好我们要从大雄宝殿彩虹山庄彩虹雷藏寺出来，他看到我，他说紫烟雷藏寺屋顶盖起来了，我就马上师尊出灵魂出窍来看，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师尊报告进度了。师尊有出神来看，我说是的师尊，他说很大，那我就没有讲话，大还小，然后我就合掌，师尊说多大，那么我就告诉他多大，六万多尺。所以说六万多尺是多大，一下子我也没有办法算了，讲几亩也许可以，讲几尺一下子换不过来。
后来师尊就讲六万多次，那么我们的彩虹山庄加附魔殿是一万多次，那你们的六万多次，哇，那么大、啊，未来是北美洲最大的，只连雷藏是未来北美洲是最大的，一直讲，那么我没有跟他特别提到说六万多尺是两个 building， 是庙跟学校分开来的，庙三万多尺，学校两万多尺，总共六万多尺。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讲，而且要跟他讲，学校没有钱盖，两万多尺，钱不知道在哪里，庙都困难了，更不要讲学校了。庙盖都成问题了，还有金身，现在一毛钱都没有办法去把它盖起来，坛卡都没有办法。我能够去跟师尊讲吗？他正在兴奋的时候，我们马上没有钱。我又不是这种个性，对不对？有人一讲到什么就会，我不会啊，因为我这样子的体态，这样子的外表，人家会相信你没钱吗？我如果今天很瘦很弱，脸色惨白，走路无力，人家也许讲了会相信。可是你跟他讲没钱，你们看到那一尊地藏王菩萨坛卡在金鹰府旁边，在那个地藏殿那一幅，我永远记得那一幅，在师尊在西雅图的法会美登堡，那一年挂了很多的坛卡，一尊多少钱，一尊多少钱，价钱都写在上面。那我们需要这么大尊的，墙那么大，需要大尊一点，不需要说那么小尊，所以我就看到了有大尊，看到下面写1600块，所以我就告诉法师，这个我要请，啊，就跟他们登记说我们紫莲堂要请，所以我们法师就去到他们卖佛具的地方，跟他讲这一副坛卡，我们立会上师要请。立会上师，紫莲堂的吗？啊，是3000。那个法师说：“不是1600吗？”没有，立会上师3000，他有钱人3000，紫莲堂有钱3000。那个法师啊，跑过来跟我讲：“世界上有这种事啊，是因为人而定价的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比较有钱，上师比较有钱，要3000，不能不卖。”我说：“给3000，就凭着他这句话，你们有钱给。”为什么？这是我的作风。人家的念头想你好，那个好只差1400是买不到的嘞。那种赞扬，那么多人想你有钱，有钱，有钱，一定会有钱的。你衰，你衰，那个念头一直刺向你，衰，你不好，你穷，你真的会穷的。密教就是讲念力。他们又在师尊的身边，每天观想的念力更强，哇，祝福我们，为什么不要呢？而且强迫我们做功德，这是庙卖的，不是私人生意放口袋的，让我们给这个道场更加的赞助，是我们的功德力啊，为什么不要？平常你去捐还捐不到嘞，都是报名，你要白白去那个道场拿一把钱给他们赞助道场，很困难呢。强迫中奖，叫我们强迫打开心，很好的嘞。这只是其中举个小例子给你们听，你说呢？就是因为这样，师尊说我们要盖一个，将会有一个北美洲最大的，你高兴吗？你兴奋吗？最怕这个大。我以前曾经讲过，我走到一个人家里，如果看他的房子这么大，替他可怜；看到他的公司事业这么大，请这么多的员工，
替他叹气，好吗？走到一个人家里，小孩生这么多，又害不出来，有生过小孩才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到一个男的，老婆那么多，小三这么多，好吗？就有这样子的同门呢。今天带这个来见我，请我加持；下一次带那个来见我，请我加持；再下一次又带那个来见我。我一直在想，是同一个吗？差太多了。上次那个个子比他高，这次个子比他小；上次那一个尖脸，这次这个圆脸，是我眼睛看花了还是什么？三次都带不同的来给我加持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？我受不了了，我就问他：“师兄，你带了三次你的女朋友来见我，是同一个人吗？”“当然不是啊，上师，你眼睛没有看出来吗？”“哎，我就是看不出来，看得出来，我现在来问你啊。”“不同，我还有五个没带来嘞。”你到底要哪一个？所以就请上师加持哦。你看哪一个上师？我哪有办法跟你看哪一个？这样晃过我就忘记了，人那么多。所以他就拿照片来给我选，排在那里，请上师定夺哪一个。要旺夫相，我跟他在一起要给我幸运，要带来很多钱，要健康，要懂得做家事，要会烧菜，要对我好。八个女的，我越算越气，越算越气，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你把女的踩在脚下，这样子玩，这样子选择。观音菩萨，请试一个讨他债的。他欠这八个哪一个欠最多，请指点。不要问事啊，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正的话，问事哦，真的很可怕的，是不是？不像样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我的女儿被这样，你说做妈妈的会怎么样啊？今天我有生女儿，是不是哪一个女的不是人家的宝贝啊？从小这样爱护长大的啊，给你这样玩弄，所以以心比心啊，我也有女儿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今天我的女儿被人这样子玩，她不出面，我绝对替她出面的，菜刀马上出来，阉了你，把你阉了，替这个世界社会做功德，真的太不像样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老天安排吧，所以就替她选了一个，上次选的绝对最好的。对对，最好的，是不是？现在真的很好啊。他替他太太煮饭、洗衣服，还洗得眉开眼笑。看到我还哇，上司啊，那个红烧狮子头，我现在研究现在怎么样？我老婆喜欢吃什么？我特别怎么样？用又加点豆腐，用加点猪皮，很好吃的嘞。对不对？下次也烧一点给上司吃吃看，有没有合格？太棒了，还得非常开心，还债要还得非常开心，还不知道自己在还债。昨天讲了什么苦啊？
啊？哪无苦啊？哪五种苦啊？自己在吃苦还不知道自己在苦，是不是？啊？你的变成他人的，你的变成他人的，追求都成空，追求都成空，为了自己生存而已，为了自己生存而已，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要，然后呢？自己苦不知道自己苦啊，这种就是人生的五种苦，是不是？不知道苦，哎，所以啊，我现在修法都这样求，啊，众等求者，所求之善，迅速圆成。如果是求的是善愿，让他迅速达成，不是凡求必应，是要善愿，不是造业的，对他是有利的愿，我们给他达成，否则是害他，有的是害他。啊，就像刚刚我们做完，啊，有个同门来祈求帮助他的好同学。今年49岁，生了癌症，已经扩散全身了。医生不给他吃任何药，也不治疗他，叫他回家去准备后事了。就辗转到我的前面，希望我能够救他。我说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没救了，已经散漫全身了。我说所以呢，他要求什么？医生断定不能救，已经癌症散开来了，不是只有一种癌，全身癌细胞全部散开来了，怎么救？他有皈依吗？他有修持吗？没有。他有行善助人过吗？没有。有什么特别可以让我为他跟活菩萨讲条件的、交通的？你现在可以告诉他上师怎么做啊？现在才做吗？甘心做吗？诚心做吗？还是为了要救他的命，他的舍身留下来才做？所以我就写了几句话，我说你已经来了多事，每一世都这样白活，你很快舍身一放，很快再来，但是你愿意重新开始再这样走吗？再这样子过吗？我说你回去问他，如果他说我不要了，好，我再告诉你第二步，现在生命在跟时间走，一天就是一天，你能够明白多活一天，那一天能够多吸收我们现在的修法的光明，你就非常幸运了。现在我们每天这样子不觉得幸运，但快死的人、即将走的人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就知道在跟时间赛跑。现在也许只有2个月，也许只有1个月，这一生就没有了。他说他开了一个大公司，他买了大房子，还2个读大学的小孩，又怎么样呢？通通一切都是空，拼斗了这么久，最后就一切空。我说他很不甘心，他说是啊，真的很不甘心啊，不甘心啊，为什么？你刚刚看我们多幸运，多幸运，多少这样的无缘者、无福人，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学习到，我们已经是在凡凡未难了。虽然花了大家很多的时间，但是你求了一个心安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哦，是真正的哦，有帮助的哦。
我们这样子这几天，哇，你看像疯狂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们不累，我一定累到趴了，是不是呢？因为我的腰骨又不好，你看医生警告我最多半个钟头坐着，可是我一坐就坐那么久，从早到晚没有停过。从我五月十七号离开台湾回到美国，到今天几号？哇，我好像气都没有喘一口哎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记得明天好像没有对外什么十轮金刚，我们的莲花法师说有啊有啊，已经接受报名表了。我说有奖吗？这个是未知数啊！啊，有啊有，同门听到。我说我都不觉得这一坛必做，怎么就有人接受报名或已经听闻呢？所以有这种心态的感觉，我坐下来。所以龙王说：“我才对啊，做那一些你们平常没有做到、自以为是的，你们知道十轮金刚长什么样？”马上说啊！他手上拿什么？他表现什么？他脚踏什么？都在找那些有的没有的、没听过的才来。魔咒龙王，龙王，哇！站这么久，你们都不再看他了，哇！所以坐下去应该供养我啊，圆满坛，哇！你们现在是最需要谁啊？魔咒龙王是被祖师定下来，一定要帮助盖庙缺乏的，而且是同一系列的、同因缘来的。竟然你们忽略了他，他至少要供养我三坛呐、啊！他们说他们不出来讲话，永远没他们的份了。他们是谁都不知道了，拜拜了，靠边站呐、啊！因为现在都在找寻新鲜的、没有听过的什么这些来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誓愿，也是他的使命，也是他的任务。那所以，各位看着办吧。三点，他讲三点，他三点我们都来，有多少啊？对不对？你们来吃，那要供养什么啊？都可以，只要你们欢喜、欢喜供养的，有欢喜心要供养，他们都欢喜接受。本来还跟我讲要蛋，我说要蛋干嘛？他说我要蛋干嘛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蛋，他什么蛋都可以。对，我说要蛋干嘛？茶叶蛋、红烧蛋还是什么蛋？后来到了最后，哎，他说白煮蛋也可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蛋。白煮蛋就简单了，其他蛋就比较麻烦，还要剥壳，对不对？还要烧，还要各方面。那后来到最后，他说啊，你们欢喜心就好了。他是这样讲，因为他本来是讲蛋供完他一个人要领两个蛋走。这个在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是最怕拿鸭蛋的，拿蛋的。你叫我们拿两个蛋，什么意思啦？两个蛋是一百分啊。嗯，那叫我们拿两个蛋，他每个人来的人明天要拿两个蛋走，供过以后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拿两个蛋，对不对？啊？存的钱后面多加两个零。那想得很快哈。两个还不够，还多。对不对？一百倍还你们，是不是？用这个来解释。一个人两个，很多加起来很长。不是，他说你两个人拿两个蛋的意思，就是要给你们一百倍的回馈，这样子。然后你们供养他，他还你们一百倍。如果你供养他十块，乘一百是多少？就一千。你们供养他五十块，乘一百多少？五千。是这样。哦，他现在纠正。不是供养他这个一餐，是你们赞助紫莲雷藏师的功德。明天这一坛，他给你们加一百分，一百倍。供养他这一坛可以增加一百倍。
划算，划算，划算。明天是他的圆满坛，他说不这样子，他们已经是站边了，永远是配角，没有人看他们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最要实力的。他说你们紫莲堂来亲自下降，这些龙王是玩的嘛？我们有什么龙王有名字的？魔咒龙王，魔咒龙王是大家共有的啦，是我们自己的龙王，有四喜龙王，还有什么庆生龙王，再来一个什么无我，然后无事无求。你看这些都是龙王来，没有别的地方有这样子亲自下降给名的啦。结果我们都不理他，这些龙王新龙王来没有供养过他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嗯，难怪会讲话。那明天就供养他们了，这新龙王给他们好好的吃一顿，才觉得我们这里人情温暖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都是非常恭敬他们的，你知道，随意你们炒一盘面也可以。我知道明天晚上学校学生有他们的这一个啊晚上准备的饮食，那借这个时间买好了，啊，还是你们已经烧好了，买好了。哦，那你们学校学生就自己买自己的吧，嗯，哇，他们就不需要准备啊，那不要准备好了，你们就唱个歌跳个舞好了，啊，哦，是他准备的，他今天就在，他昨天没有修法就回去准备了，这样子啊，那太辛苦了，反正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合起来吧，啊，不会烧的人就站住吧，是不是？看谁站出来跳出来。鸡蛋归我，那个鸭蛋归我，那个鹅蛋归我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蛋啊！对，是说有谁会这样啊？我茶叶蛋归我，那个红烧蛋归我，白煮蛋归我，对不对？只要两种蛋就好了啦，一个拿两个蛋就好了啦，不要那么多蛋了，是不是？像现在年纪大了，这个什么胆固醇高，还不能吃蛋黄嘞，对不对？只能吃蛋白。像我们家这个蛋，只要吃了以后，蛋黄都是狗在吃的。然后妙珍说：“妈，你不要胆固醇，可是我的狗，害他都胆固醇了，对不对？”所以这都是多出来的。好，那么就明天，齿轮金刚。他说我们要供过以后齿轮金刚才会欢喜，否则你们说呢？我现在一问齿轮金刚几个面？三个面。四个面。啊，四个面。四个面。什么颜色？蓝色。正面什么颜色？蓝色。右面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左面什么颜色？白色。后面什么颜色？黄色。哎呦，所以怎么供哦？七嘴八舌。他的咒怎么念？嗡哈卡玛那巴拉雅梭哈。那么还有一点点可以。其他长什么样子，通通不知道。你要请一个客人，你也知道他姓什么，他长什么样，他的背景如何。是不是呢？不能白请的啊。所以龙王讲的对，先供养他。那么下礼拜三我就要到英国了，那看看礼拜一跟礼拜有没有姻缘，你们随时有时间有 email 的就看。然后我在那礼拜三25号回来，接下来一抵达差不多一两个钟头后就莲花童子的圣诞，是我们师尊的5月18号，要加送真佛经求愿。再来，我26号就到加拿大去了。我在30号参加师尊西雅图的法会，我就回到台湾去了。然后什么时候回来，目前不知道，只是会肯定回来8月11号的中原超度，主持完了，8月14号又到西班牙去了。
西班牙20号回来，21号、22号，好像23我又到西雅图去了，待到25号，师尊的金刚亥母、彩虹三藏护摩完，晚上我又回台湾，到台湾等待转机到澳洲跟纽西兰，是不停的。所以现在这么忙，也就是希望把所有的这2个月没有活动紧凑在这里，所以一天当2坛3坛用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真的没有时间，不是要跟不要，真的很困难，逼不出来。因为我个人从回来到现在，行李还是行李，打开都没有，你知道，就很真的很多事情。每个礼拜天一有空档，我就飞到，一定都飞到西雅图。即使是最尊法已经逛过了，我一定去。为什么？主祺求师尊加持，我们的智莲雷藏师，然后后面写一个众赞助扶持者，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啊，所以呢，师尊看，哦，你一个主祺者加这么多，你们要知道啊，不简单啊。我真的希望大家因为赞助智莲雷藏师这一世的功德具足，往生的资粮具足，不要再轮回受苦了。有业消业，有灾消灾啊。所以这是我这一世的因缘，所以我希望这一世因我这一世的因缘，在娑婆建立起来的智莲雷藏师，大家都有福有慧。我不是那种赞助是你家的事不回向的，我自己的附魔、我的报名表、我的附魔片、我的每天的修法都在回向，我走到世界各地都在回向这些赞助者、扶持者，没有停过。上礼拜的上上礼拜的净土三尊，我觉得我自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。本来为智莲雷藏是一个主祺者了，想到说师尊在台湾曾经说过，主今天的主祺者，所有的祖先都可以往生。哇，我一听到想到这样，啪，马上又紧急赶快再去报一个主祺者500块，啪，然后写下去，众赞助护持智莲雷藏士者，所有的历代祖先往生净土。哎，你看你们只要坐在那里就好了，我要替你们求。哎，你有那么简单吗？赞助智莲雷藏士，也许别人不以为，但是我很重视，我很重视所有的赞助者、扶持者，你知道吗？是真的啊！等我报上去以后，师尊在那边看，哎呦，太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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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连你们的祖先都要求往生，你看看是不是太贪？你们自己都不在乎了，我在替你们求，你看看是不是太贪了？就包那一点钱，太贪了，太贪了，这么贪，就真的希望大家不止你们这一世来结缘，也希望你们的祖先都因为你们的关系，个个都能够往生，不再轮回。那种心很急。真的很急，但是交给这样师尊是我的错。虽然我自己已经都在这样做了，但是不能推给他，让他看到他会怎么想。哎呀，这个例会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办呢？你拿了什么贡品给所有的赞助扶持者，来为他们的祖先求？是啊，所以我上上礼拜做了一个非常愚笨的行为，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贪无明激起的，但是我就是急，不要你们自己本身跟你们的祖先，因为听过师尊讲，他30几年才把他这一世的卢姓祖先超度上，那你们等哪一世才能够超度完呢？所以我就急着赶快，这些祖先不走，真的一个无形的十字架一直在背，就像你的家人、你的亲戚朋友、你的父母亲最亲的兄弟姐妹，喊一声，他们需要什么、麻烦什么，都是我们最亲的人。
最啰嗦、最抱怨，也就是他们；放不开，也就是他们。所以这一先这一世的不先给他们了，很难清心，很难清净。大家都这一世都有自己的亲人眷属，你们都知道的。不是你的问题，他们也会烦恼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世不把他们先请走，我现在已经不再那么样子了。以前都告诉大家，哦，太简单了，你个人的历代祖先，就现在缩小了。听到师尊这样讲，这一世的就好了。因为我自己本身，我在台湾有一天坐着，突然我们家王家的祖先出来，我爸爸这一系列的，我说你们都走了吗？那么简单走啊，你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走。各位，就像我那一天讲的，你们有没有一张报名表只为他们来做？没有过啊。只为他们做功德超度金紫莲花？没有啊，都是写得满满，这样加一行啊，加几个字。所以同门来问，哎，我的祖先走了没有？哎，我的怎么样？你都是不是专业的、专注的、专心的啊？你是随带的，就像龙王站边的，随带也带过去的啊。你说他们可以得到什么？就现在我发现到，你们有这样子的超度法会，自己衡量一下。明白我说的吗？这一坛，哦，就是专心专注在自己王亲上，自己祖先上，或自己的产生灵，或自己什么，不要那么复杂。给个10块钱写一堆，给个5块钱写一堆。如果有一天你变成那个纸上的其中一个，你什么感想？各位啊，那一张纸写得很愉快，也自己本身自己知道的，自己的王亲祖先，再来写历代的，写这个王，譬如说我王门历代祖先，然后写我个人的历代祖先，我已经轮回多久了？历代祖先也许有100世了，全部100世都来讨，我们这一门至少有100多个了。我爸爸这一门就100多个在等了。你历代祖先啊，有多少？你如果不幸有一世变成蚂蚁，不要讲狗猫，还有数字的猪啊，出来10几台，像那种。福的那些一下子就几千个的，你有多少祖先？不要那么贪，真的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他们根本都不懂什么是什么，就想这样子让他们上。所以回家沐浴好，洗好澡，漱好口，供品摆上，招请。就这一世的亲人已经过世了，一起来修，教你们修。你自己知道最近的是谁？像我的父亲去世了，像我的母亲去世了，像我的哥哥去世了，像我的谁？好，我最至亲的我自己本身。我父亲是我还没有皈依，我9岁去世了。他怎么懂得真佛宗是什么？真佛秘法是什么？要教他们啊。你们有过这样子吗？没有，只要超度写一个就交上去了就好了，就应该的。没有什么事情叫应该的。你要教他们，他们只要你一次教过，不需要你了，修得比你还快，比你还好，做得比你还多。可是你没有让这个门踏进来，不会的，就像我当年教金英府一样，一下子就是他们的事了，不是你的事了。
大家有做过这些吗？没有。再来，你自己本身如果有堕过胎，水子灵没有养大的婴灵，然后其他的这些祖父祖母什么的，好，你知道的，好，就来。不一样哎，真的不一样哎，甚至于你家的土地公，你帮他皈，没有教他们修过法，没用的，不懂哎。你没有教过土地公法，没有教过怎么叫他自己能够怎么样上升啊？跟人一样，跟人一样。人没有学习，没有接触，没有教育，不懂就是不懂，不懂就是不懂。像我哥哥去世了，我引他超度他，不懂就是不懂。你就是要跟人一样，为什么要念这个咒？要观想世尊，观想主尊，观想佛光照耀他，观想三光加倍。我看到我哥哥，我在跟他讲，三光加倍的意思是你身体的行为、言语，你的口的言语，你的心计的意念，你曾经这样子的三方面，曾经有做错、说错、想错，不清净，罪业很深，啪，你求这样，结果他就叫起来，啊，我烫到了，怎么烫到？我听不懂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怎么会感觉到三光加倍会烫到？他才知道，那个意念发出去，无形对无形，才真正的会烫到。我们现在有色身肉壳，射不进去，没感觉。啪！吓死他的那个光，马上他的身体的业障，啪，马上就照亮照开。就这样子，多快呀！他自己修才来呀，才有啊。我们帮他观想很慢，因为他根本不接受，也不认识。啪，好快，好快！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教我死去的哥哥，去年，哇，一辈子不幸福，一辈子不做功德，啪一下就起来，一下就起来，好快。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讲。你们有教过他们修吗？他们生前不懂怎么改善他们的灵界的层次，要教的。明天可以为你们的土地公守护，你们的守护神来供，龙王有这样讲，要帮助他们的莲品提升的，可以跟龙王结缘，龙王愿意帮助他们，你这样明白吗？好，所以明天三点不能迟到，不能拖时，准三点他就已经做好来接受了，所以我们不能拖。如果你们要报名，明天早一点过来。好，要供养随你们欢喜心就好。明天三点见，祝大家Om Mani Padme。Thank you.